好 ，Kiki， 欢迎我们的君君哈，对台湾陶庆跟台湾会，在台湾专线大家公认的庙会女神。好拜拜，就是别，我真跟我没关系啦。你甲家己私底下处理就好，哎，主持刚出这个嘴俩。你家己私私底下不要勾心斗角。别拢是女神呐、啊，不会，我会使做调解委员会。是，哎，大家好好啊，好好啊讲，好好啊讲，免拍错我靠拍。怕人无看的啦，怕人无看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，大家其实吼，这外表一起，咱底部在变安尼讲啦。其实大家私底下感情都很好。对啊。对，你看到很多那种像那个什么议员啊、代表啊，也是啊。对。可能你底部一定爱眼睛怕点争取，其实大家私底下感情都很好。对呀。那都是为乡亲啊，为地方服务嘛。对呀，对。你说我刚刚做民意代表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对哦。而且这样我服务精神吼，一那情况都无法度啊。嘿。因为我都睡到自然醒。为民服务，要不咱的时间我都不会花的哦。所以我讲，二十四小时没有没有。我说我刚我常常在想一件事哦，就是讲，为什么365行，行行都无同款的角色，啊无同款的个性，对吧？啊，每一个人的个性，是甲单元啥物工课，迄拢注定好的。嘿。对不对？像我们就适合演艺界啊，是啊，哦，唱歌好，大家听，大家听啊。有的人命中就是带那种服务的精神，适合当民意代表，对啦，啊，对吧？哎，阿伟的什么样？就我们的粉丝朋友，哎呦，他们天生就喜欢看节目，是，所以不管你行到对，伊就对到对。我喜欢蒙你啦，哈，因为你是算哈，我那件粉丝代表的那个庙会女王，哎，啊，对吧？我喜欢蒙姐。最疯狂的粉丝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吼，你刚刚除了像阿段拍照受宠若惊，对一种你感觉会惊呢？我还没有遇到最疯狂的呢，比如送房子、送车子，那是无，是无拄着啦。我是懵懵的呀，主持人在安尼你讲，我懵懵啊。我是讲哪有你甲介绍，我是讲因为我比较有年纪了，所以我较适合啦。你出三万，我等下退休啊，你讲。啊，你要个少年啊，20出头而已嘛，你有的是精神，有的是体力，啊，所以这片的舞台，你可好拍片？没有啦，没遇到那么疯狂。没有，开个玩笑啦，来啊，谢谢大家啦，哈，因为我们这回来搞了一个的那舞台之后，啊，我先跟大家讲哦，讲崩时间哈，龙井山彩龙之丸卖挂啦，哈，我们节目要做3个小时，老导演的，啊，大家即将吼500有保庇，恭喜咱七王姑，咱七王公，咱七夫陈水保佑大家哈，平安顺利啦，哈，来啊，你要直接跳钢管吗？哎，都可以。你个唱歌啦，你讲话别讲足怪，你无足怪啊？你红要走到底，台中，哎呀，等下车准备好啊，准备要对你后边。做伙去食宵夜咯。无啦，做伙做你去走场啦。阿妈要恭喜飞熊红，谢谢。天上的你不可以让一个森林，莫不会我是高天的我心。当时你如果在最流行的海边，一定能将我放回去。告诉你那一定破坏咱的心意，让咱的小孩等待甘愿投降。哪怕把我放到几杯咖啡，他都为你在心酸里面流。失败啦，对感情想法未记，失败啦，对感冒犯快弄出来，我心内阴暗。失败的人，
有些情书话题在身后留下三个字点，谢谢谢谢你的东西，句句你家的生活小品，心态更空，满思路意，好看饼干多弹琴，感谢。哎，精彩的节目。